新闻首先来关心嘉义县疫情的消息。嘉义县今仔日公布849人确诊，其中有症状195人，无症状654人。年龄介于五个月到92岁，12岁以下有117人，65岁以上有120人。对此，县长翁章梁指出，中央指挥中心也逐步调整边境开放的脚步，逐渐迎来解放的希望。提醒乡亲要完整接种疫苗，会当降低因为染疫造成的重症、住院或者是死亡的风险。嘉义县今仔日公布849人确诊，其中有症状有195人，无症状有654人。年龄介于五个月到92岁，12岁以下有117人，65岁以上有120人。累计全县12岁以下染疫幼童有6129人，65岁以上是6842人。目前居家隔离有737人，行政居家照护有5851人。公布的849个人确诊了。那如果我们从嘉义县开始慢慢疫情开始慢慢起来，那到现在做一个趋势图啊，大概我们已经躲过高峰，那慢慢现在在缓降当中哈，那降的速度还没有太快，那我们希望慢慢的那一直这个坡峰再往下走，那当然整个不管这个疫情如何，打疫苗还是不断的提醒大家。那尤其 BA.4 跟 BA.5 啊，那专家学者认为有可能在台湾会引发一波流行，但是请大家不用怕，因为它的症状跟 BA.1 跟 BA.2 是一样，但传播速度会比较快一点。那不管病毒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打疫苗还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呼吁啊。那现在又有一款新的疫苗进来，这款新的疫苗啊，跟莫德纳跟 BNT 啊，用 mRNA 的方式来制作是不一样的。那相对来讲它的副作用比较小，所以大概有些人第一剂都不敢打的，那如果等到这个疫苗进来大家是可以考虑看看，那打这个疫苗来保护自己身体的所有的健康。县长翁章梁讲，疫情爆发两冬外来，个人面对检疫、经济、甲活动限制等等多重的压力，难免陷入焦虑甲恐慌。近一礼拜国内确诊的人数拢在5万以下，指挥中心也逐步调整边界开放的脚步，逐渐迎来解放的希望。提醒乡亲完整接种疫苗，会当降低因为检疫造成重症、住院或者是死亡的风险。相关资讯会当上嘉义县卫生局网站查询。最新新闻，将来是嘉义县采访报道。我们从四星到五星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嘉义的进步，看到了嘉义县民对我们的肯定。八大面向的平均满意度还是全台第一名，这代表你的团队真的是非常的坚强。最近我到外面去走，自从远见给我们五星县长以后我们的县民说他们也是五星的县民了，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疗愈、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那我们即将承担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肯定跟希望，我们要努力的往前走。那这一次实际上我最高兴的还是一个八大面向全国平均第一哦，这个代表的是我们团队。那这三年来的累积受到大家的肯定，我想是非常重要的。嘉义的整个龙凤大学的格局也在往前发展，我们希望乘着这一股气势，我们嘉义可以越来越好。我们希望大家共同的来努力，也希望大家慢慢的把注意力也可以注意到一个从来你们不会注意到的一个穷的农业县，叫嘉义县。谢谢大家，谢谢。